嗨，大家，这应该就是我转的第三次车了吧？从饭店出来的时候转一次，然后到那个阿弥陀佛大饭店之后再转一次，就是转成像这样的小车，就是已经走掉了这个小车，他刚原本是载我的，然后他现在把我放下来，他现在就是把我放下来，然后等一下再转第三趟车，就是疯狂的转车，各位。这么可爱，太可爱了。嗨大家，就是如大家所见呢，我现在已经换了一个场景做自主健康监测，所以就是前面画面有分享的，在这个门的外面呢，他们在上面装了一个监视器，所以我现在是不能出这个门的。那我现在正在等一件非常惊人的事情，我在等什么？我在等着做核酸，核酸 again， 就是我已经做了这么多七次的核酸，七次的快筛都是阴性了，然后我来到这里就是做自主健康监测，又要再做三次核酸，就是在这七天内，就是两天两天再做一次。你知道他们会有那种健康码，我现在就是黄码。我住在饭店的时候我是红码。那等到我下礼拜，这礼拜最后一次核酸，如果是阴性的话呢，我的健康码才会变成是绿色的。所以就是一个长期抗战的道。顽石，然后里面可能有很多宝藏，螃蟹啊、海螺啊，然后就在。哎，我没有想到，我那时候回来。哇，是海边！我又来海边了。怎么有马？他这不是坐一下多少钱？那你体验一下，趴下趴下，快点！哈哈，快点！太可爱了，他们。天哪，这海浪太漂亮了。近代美好时刻的降临。大家看得出来，现在太阳超级无敌霹雳大的吗？然后你们看后面有一个，这里有一个雕像，我等一下再去看看那是什么。这里就是一个村。看到了吗？这个村就在高速公路的旁边，所以早上都超级吵的，就是你睡觉的时候就是会一直听到哐哐哐哐哐哐的声音，超级无敌霹雳大车，超多大车。妈祖庙，不
知道是不是真的。哦，我跳，我眼睛。你看，你看风筝。对，风筝。到了福州市区了，没办法回台湾吃 Double Oreo 的冰旋风，我就来这里点一般的 Oreo。 他们这里叫麦旋风。还在那边摸半天，想说为什么我打哪一张都不对。我的天哪，我两头金啊，我耶、怎么会有三金岛了？三金岛，你这个开玩笑。傻眼。哦，打开这局不算。我也把我收了。我来检查一下，你这真的是抢金吗？是啊。金是什么？金是什么？四条。你看这人抢金了还拍照。我要睡觉。太累了，今天我要睡觉。一下被三金倒，一下被抢金，我才胡一把。牛杂店，还有命拐吗？可以顺便算命吗？那可以顺便算命吗？牛骨啊，啊，牛包拐，我牛包拿出来。刚竟然在这个服务区看到了台湾牛肉面。我们这样看起来好笑，穿着很严实。